好，那我们要做的是小画板这个程式。那这个程式呢，我们待会会直接当场写。那它的结构大概像这个样子哦，这建立绘图物件，建立笔刷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设一个叫 isMarkdown 的布林变数。那这个用来储存说你的滑鼠是不是已经按下去哦？那所以当 mouse down 的时候，它会把这个 is mouse down 设成 true 哦。那当 mouse up 的时候，又把 is mouse down 设成 false 哦。这样我们才知道它的滑鼠是不是按下去。那在滑鼠按下去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拖。当它拖的时候，一边拖啊，就是 mouse move 一边拖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边画。那而且一边把它所经过的点加进去，那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 point 的阵列。那但是，请各位注意哦，C sharp 里面的阵列啊，你不要直接用那个中括号的那种阵列去做哦，因为那种阵列是固定大小的。那你一开始分配多少，我搞不清楚，应该分配多少。那以这种物件导向语言而言，不像 C 语言说，对使用空间那样子斤斤计较哦，又不希望说用动态分配的方式哦。那所以通常我们直接分配一个物件，这个物件 list 它会自动伸缩，所以你也不用管它大小会不会爆，通常不会爆，除非你记忆体不够。那所以我们用这种 list pointer 哦，就会很好用。那每次当滑鼠按下，我就把它加一点进去哈。那当滑鼠移动，我就再加一点进去。那最后我就每次移动，我就画一条从上一点到这一点的线啊，这样子它就最后会画出像这样的一个图啊。那这里还有一个是，哦，我这边有做一个 button clear，其实我好像没用到，对不对？应该有一个清除钮，但是没关系，好像在这个画面里面跟这个没有对应对的好。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整个结构清楚了之后，我们就来写吧，从刚刚的那个画板开始啊。那这些笔刷什么暂时都不用。那这个 blue 的也不用，我们只要一个就好。好，那接下来这个按钮其实应该不用。那这个 paint 我想也可以不用，通通都删掉重来。好，就砍掉重练。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哎，这个 paint 也不用了。好，暂时。重新建置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错。为什么？因为我删掉了一堆函数，这边对应的都没有删掉。那我建置，OK，这样子就没警告了。好，这样子代表我们可以重新来，重新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必须要设一个布林值来侦测滑鼠是不是按下。一开始当然不没有按下，接下来我们设一个点阵列，好，这个是一个无穷点阵列哦，你可以不断的加东西进去。那再来，我们需要加几个函数，这个是砍掉了。OK，需要加几个函数，这个不要那么大，好，小小的就可以。加什么函数呢？这里有关于 mouse 的部分，有 mouse click，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 mouse down。Mouse down，还有
mouse move， 还有 mouse up， 所以我在这个各点一下 ，mouse down 啊，然后呢 mouse move，OK，、okay、然后 mouse up， 好，我需要用这三个函数。那接下来在 mouse down 按下去的时候，我先把一直让设成 true、啊、代表滑鼠已经按下了。在 mouse up 的时候，我把 down 设成 false、啊、这是我们想要用的程式逻辑。那接下来 is mouse down 设成 true 之后呢，我们会去把目前的这个点加进去，加进去哪里？加进points 里面。但是这个点从哪里取出呢？这个点有这里，你看一的 xy、啊、这就是它的点坐标、啊、那 location 呢，基本上就是它的点，所以我直接用 location 就好了、啊、好像不需要用 xy、啊、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出点问题、啊、没关系，先试试看啊。好，那 move 的时候呢，我一样再把它的 location 再加进去， OK， 那但是呢这时候我就可以画了，画啊 G 点 draw line， 画从哪里画到哪里呢？从上一点画到这一点。那问题是上一点要怎么取得呢？上一点是 points 点啊，点什么呢？点这里，它有 first 啊 ，last 啊 ，last。哦，不对，不是这个函数。哦，我看一下之前用什么函数。哦，它不是用 list， 它点 points 点 count 减一啊，好，好，这个是上一个啊，那这是上两个啊，那上一个，应该说这一个啦，因为减一就是现在的这一个，因为它从零开始算。draw line 的时候，曲点 draw line， 我看一下，曲点 draw line 两个点，但是前面要加一个笔。OK， 好，就这样。那这里 OK， 先存一下。那在 up 的时候，你画不画其实应该影响不大哦，暂时先不要画，我们来试试看。哦，有错哈、哦，他说什么？索引超出范围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超出范围呢？因为减二，你现在如果这边加只有一点，在这边又再加一点，应该两点，两点减二，两点减二应该是 OK 啊、哦，但是目前不行，我们来看一下，除错哈、哦，除错这里可以除哈、哦，监看室。其实这里自动变数就可以看到了、哦、points 点 count 现在是一而已，虽然我们这里加了187237 OK， 又是187237，那我两个哦，对，好，所以它减二会小于零，对不对？因为现在只有一 ，points 点 count 只有一，所以它减二会小于零。那所以我们加一个过滤 ，if 大于等于二，才化。我之前好像不是这样写，看一下。If is mouse down， 哦，对哦 ，mouse move， 对，一定要 mouse down 才，对，我应该是
它根本就没有 mouse 蛋，我就，所以它才会加一哦，因为它是侦测到滑鼠移动，却没有，那时候却没有按下，所以我先停止一下。啊，这时候呢，OK，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好，那这个好像我的程式比之前还短哦，因为我现在用 location 啊，所以就变得更短一点。那从上两点画到上一点啊，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里其实你最后可以再加一个了，但是不加好像也看不出来，所以就程式越短越好，就这样好了。那程式，哇，这次写的程式是最短的。啊，之前好像还写了一大堆，后来发现啊，可以少就少吧，啊，所以就尽可能短好了。好，那就这样，这程式就这样啊。所以当我这样画，OK，三四 A B。OK，好，所以这样子小画板就做好了。哇，比我预期的更短啊！所以小画板贴上去给大家吧。这个新版本把旧版本盖掉好了。这个版本显然比较短，我喜欢短的程式。好，那执行的结果，OK，这个待会我贴上去。那程式先给各位，各位可以开始试试看。好，OK，去试试看吧。